新版本更新后带来了很多改变，例如英雄的调整、机制的优化等等。此外还针对法系装备进行了一波调整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无疑就是新装备日暮之流。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新装备日暮之流。基础属性是加180法术攻击，10%冷却缩减，被动是对英雄造成伤害，会造成法术穿透，持续4秒，效果可叠加。版本更新后，这件装备直接成为了众多法师的首选。它的基础属性并不突出，那它为什么成为装备类中的版本之子呢？答案就是固定法穿。日暮之流的法穿效果受攻击频率影响，可以提供10到240点法术穿透效果，而且它还有10%的冷却缩减，所以对于依靠技能消耗的长手 poke 类英雄，频繁释放技能输出的英雄用处非常大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日暮之流只有在叠加起来被动后才能打出更高的伤害，而叠加被动靠的就是普攻、技能、装备被动等一切主动或被动的输出手段，这其中包括回响、冰心等装备造成的伤害。下面给大家推荐几位适合出日暮之流的法师。一、小乔。小乔一技能扇子来回消耗，靠回响触发日暮之流被动，敌人站位密集时只靠群伤就可以迅速触发多层被动，等到被动叠加起来再开大，伤害会更高。二、甄姬。甄姬一技能群体控制，二技能弹弹弹，理论上当一技能击飞5人，靠回响就能直接打满10次被动。三、嬴政。嬴政无论是技能还是平 A 都有手长优势，并且嬴政一技能和大招都是持续性伤害，可以短时间内连续叠加日暮的被动。四、貂蝉、扁鹊。日暮之流的被动有4秒持续时间，而貂蝉和扁鹊的技能都有很高的冷却和法穿需求，面具不再提供法穿，日暮之流理所当然接替了面具的地位，两位英雄都能依靠频繁的技能施法积攒被动，所以这件装备非常适合他们。此外，半弱的扁鹊也可以同时出日暮之流和面具两件装备，新版本的面具更加适合工具人了。